在仓库干干活可以。啊，他可以，他们俩一天一个人挣多少钱？三个人，怎么就三个人？大小的，大小的，大大大大的，打不八个小时？哎，打不八个小时？他一小时得超过300呀，好吧。那自动的快，肯定比自动快。自动快有些机械问题，机械那块他得那个去协调。人那玩意就是比较，人类就是啥、啊，人类这个不到什么时候干什么活，那机械的时候，他得到哪个点干什么活。反正是这是干必须得数量。小伙子，啊，这小伙子可以。